人气女团 BLACKPINK 自2016年出道，魅力席卷全球，18、19日连续两天来台湾高雄开演唱会，除了掀起全台 BLINK 疯狂外，许多人也排除万难朝圣这场难得的盛事。当时高雄现场也出现了粉丝海的惊人场面。 BLACKPINK 官方昨23日除了在脸书贴出两张与粉丝们的大合照，还在贴文中以英文写下高雄非常感谢你们，这两个不可思议的夜晚我们和你们一起唱歌非常开心，爱你们。晚间8时许也在加码释出一段35秒高光片，记录了高雄场的高光时刻。从影片中可以看到高雄的85大楼、莲池潭、龙虎塔等知名地标，还有世运主场外满满的人潮，以及粉丝们应援的画面。而4名成员包括 Lisa、智瑟、Jenny、Rose 武力全开的片段也收录在其中，让大批粉丝激动地在影片下方洗版 Love This， 谢谢你们来台湾 ，Come 台湾 One More Time。对此，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对这篇贴文按赞，表达他对 BLACKPINK 的支持。